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个问题的，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一个男团的唱到底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重要，肯定重要。是你们是觉得重要的，对不对？重要。那你们刚才我觉得你们唱出来的感觉让我觉得好像很不重要，因为之前的演出我有看到有的男团在副歌部分他其实没有唱出来，他只是动了嘴巴，或者是有的地方他只是念了一念。我刚刚想说同样的，对，我没有听到那么多声音。对，因为我很好奇，我看很多男团表演，我一直在纠结，就看很多的演出，就是有很多男团他们就是不开麦的嘛，就是跳，我知道跳得很帅，所以我也一度以为男团是不是只要跳得帅就够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觉得声乐是重要的，我可能还是会以很严格的这个方式去看你们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对待声乐，因为也许你们尽力了，但是我刚才听到的那个声乐我是觉得是不认真的。 OK， 对，对不起，就可能会有点犀利。没关系，我们努力。我觉得我那个问题也是问给所有同学的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帮我去想一下，那团队到底该开麦唱还是不该开麦唱？当然要了。有前辈跳得很凶，也唱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也见到过，就是我觉得是要以这么高的标准去，对，这么往这个方向去走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加油练就好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